大家好，我是梦，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工会讨伐战甘草海参院第91街狼人搭配墨鱼饼干，然后再搭我们新的这个改强后圣美果的打法哦。那先前我们已经有发了一个月光魔法师的版本嘛，那月光魔法师的版本它的好处是说它可以睡我们甘草的小怪，那对前排的压力来说的话是小非常多的。那如果我们摆回来就是这个墨鱼，然后或者是搭配圣美果的话，那其实前排的压力会蛮大的，就是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伤抗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接着我们墨鱼跟狼人的话是要使用斗篷的效果，那这一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接着来快速看一下配料的部分。那圣美果饼干的话，这边是完全冷却的配料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提升了你的攻击、暴击，然后还有伤抗。那冷却的话就是差不多是16到17左右，就建议的话还是要这个值。那狼人饼干的话，这边是完全暴击的。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副输出不是月光魔法师，所以我的伤害抵抗有拉高。那建议的话还是有20以上会比较稳定一点。那接着其他的话就提高你的暴率、攻击速度跟冷却吼，这边特别注意一下。再来我们马卡龙饼干的话，这边是完全冷却的配料，那就是攻击、暴击跟冷却这三个属性要把它提升上来。那墨鱼饼干这边是玩三攻二爆的方式，那玩家们如果你想要赌运气的话，是可以玩全攻击的，就这边特别说明一下。那一样齁，我们这边就是把攻击暴率跟攻击速度给它升上去，这样就 OK 了，因为毕竟是要使用斗篷的效果嘛。然后接着棉花饼干还是一样，攻击暴率跟冷却跟马卡龙也都是一样的，冷却啊都建议是 24% 以上齁，这两个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实战影片吧。好啦，那么墨鱼饼干跟狼人搭配了这个圣美果的更新打法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之后有些新的想法会再做更新。好，那我是梦梦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